那个，我们准备要开会了。社会观感不好，那么短时间，那既然不能合并，就给他六十天内。那也许我们六十天可以在投票选举之前先办，或者选完之后再来投，会比较罢免的部分有这个弹性。啊，选举就照选举。好，那个我们继续开会哈。那个八十七条的文字修正，各位手上有看到了吗？来。大家看一下啊，来那个议事人员宣读一下，让大家看一下，有什么意见来？八十七这个嘛哈，第八十七条修正条文，罢免案之投票应以罢免案宣告成立后三十日内为之，该期间内有其他各类选举时，应同时举行投票。但被罢免人同时为候选人时，应以罢免案宣告成立或六十日内单独举行罢免投票。宣读完毕。我提一下哈，好来，这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巧门呢、啊？我知道我被罢免，我赶快去登记成候选人。好。啊、对对、啊，好，那我一说，另外一个是说，对，哦，六十日内 ，OK， 拉开嘛，哈，就拉开嘛 ，OK， 对不起。大家都有巧门嘛，他也可能把你困住嘛。登记恐怕来不及。因为要被罢免，所以不能登记另外一个候选人。这个，等一下，待会儿看一下。稍微，那登记这个第二项已经通过了。没有了，他有时间差了。登记时你早登记了，要加上去嘛？被删掉。没有，现在只是处理这一块嘛。哦，这两块可以，这两块可以。他有时间差了，而且实务上就这么一点，不要那种了。第二项，第二项。怎么样？大家考虑一下哦。今天要罢免我，我一定是想办法让他热，而不是自己去参选让他更热。那第二项就是。不然你若要用罢免的人，你就是要面对罢免嘛。啊，你要去选其他的，哦，啊，先给你选啊，啊，你就选，啊，你就动算，啊，那个用罢免的，的。那嘛有可能升啊！哎，这個、但是这个吼，这个按六十天，咱登记候选人是当时啊，当时几天选举前几天去登记。十一月下旬，投票是一月十六。十一月下旬嘛，哈。十月还是二三到。啊，投票呢？投票大概什么时候？二七吧，候选登记。哎，啊，投票大概什么时候？一月十六。两个多月。两个多月。所以你拿，把伊拿，譬如讲，伊是立委嘛，去选市长啊，啊选市长分开，伊市长落选了啊，
那这个有徐永明在讲，有可能一种情况啊，哈、哦。咱拢假设是讲，像譬如讲这个立委，哦，即卖知影人要甲罢免啊，伊就要去登记选市长，哦，啊，伊啊市长选掉，这罢免的差不多的有定义无嘛？因为罢免是罢免立委嘛，啊，这合理啦。啊、哦，这个也有可能。那你没办法投票权。我只要登记市长，你说保证金，就是我可以让这个选举不能投票。啊，我是市的基本上不高。几好无两好。那罢免的理论上罢免会较紧嘛？罢免成立，罢免成立了，你就去登记候选人。哦、这个是一个问题的啊，伊、哦、就知影伊要用罢免啦，所以去登记选举嘛。啊，你整个错开。其实那个考虑那个候选人资格的时候，没有想到说，就是在诉讼当中的人他辞职，然后他再来登记他原来辞掉的那个位置的选举，这不合理嘛？对，但是以前没有规定啊，现在还没有修那个法哎、欸。这个回到民主的原理啊，一个定期选举接受选民检验啊，其实这就是大家普遍我们的民主教育，我们的这个政治文化常年才有机会说创造这样。那我们强调优质的选举，我们强调说要选贤与能啊，都希望说这个选举是不要负面攻击，不要这个啊不要抹黑，那希望说正向的来促进这样的一个优质的民主。但是如果说罢免跟这个同时的话，你这罢免是完全是另一种思考的方向哦，就一定是要穷极一切，然后把你撂倒，那候选人一定会去思考说，到底是怎么样嘛？啊，到底要怎么样因应？啊，你开始在联署，我就开始在琢磨这个有时候。就大家以后，大家可能会问一个问题：你这个是选真的还是选假的？哈啊，这个罢免真的还是罢免假的？因为这个操作的机制都会跟我们过去传统的不一样，这对选民的负担是不是太大？好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那个罢免就常常这样子的话，哈，是不是对，就是对我们问政的品质 会有影响？就是我们选上，可是马上去应付罢免。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哦，就说虽然我是同意哈、哦，我们可以宣传，我们可以这个公办的这个证监会，我们让罢免跟选举是同一个机制，但是你如果两边把它叠在一起，它产生的变化哈、哦，这变化万千，我们一时之间可能想不到，但是
你立刻就面对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选出来立委，我希望说选举，哈、哦，我们选举你没办法来这里，就已经被诟病了。但是你选完以后，立刻要面对这个不同人的，可能是因为选举的恩怨啊，或者什么样的罢免，啊，那我们的问政是不是能够大家像现在这样，大家好好在这里开会？好、啊，这也牵涉到整个民主的运作啊，所以我感觉这影响蛮大的哈、啊，大家再考虑哈、啊。哎，主席，我提下了。其实我觉得，选举跟罢免其实本来应该独立来运作了哈，应该是独立做。那现在是担忧的是罢免的部分，是因为担心哈没办法有那么大的能量哈，冲高，所以硬要把它给尽量能不能跟选举绑在一起。那这样的思维，我觉得会，其实现在这个87条修正已经是尽量做到了哈。我觉得是已经最尽量那个了，但我觉得，其实应该还是要回归到，其实选举跟罢免本身，它就是应该是独立的行为的了哈。它不应该努力的去告诉大家，你如果真的不满意的人选，你要努力的去动员，努力的去宣传，努力去罢免出来，而不是想着说想办法去搭那个选举的巧门哈，然后把那个冲高起来。我觉得政办应该还是回到这个。那至于这条如果放进去，已经是给这个罢免尽量能够搭一些巧门便车了。我觉得大概只能做到这个地步，因为再多了其实是恐怕都很技术上是很难处理的。我提一下哈，就是八十七条后面这个其实已经跟罢免没关系了，就是变成说，因为你让他有个机会，好去躲掉跟其他选举合在一起的问题。那我们跟为什么跟选举合在一起，就是回到我们前面谈那个门槛的问题，就是说你要设一个门槛。那我们为什么设门槛？其实刚才几位朋友讲啊，就是要有正当性嘛，你不能几千票就来解决的问题，那你如果跟他其他选举合并，哎，这个门槛的问题自然就可以获得解决，好、哦，正当性就会出来，好、哦、啊。其实这个我们讨论这个问题，刚才好、哦，不论是姚市长哦，对不起，姚委员，亚芬来一下，亚芬。其实我们以后在讨论公投跟选举要不要合并的时候，也是一样会发生这个问题，好、哦，这个实务上我们就好、哦，所以我们是支持说你合并好。哦然后把门槛修为四分之一啊，可是你后面出了这个问题啊，这个问题跟前面问题不是同一种性质的问题，而是说你给他一个巧门，让他可以去避开，好、哦，他这个罢免跟选举合并在一起。那我觉得现在只是说这个巧门怎么去解决的问题。我是建议这样的哈。这个我跟各位委员这个协商一下了哈。假我们现在假设一种状况了哈，就是说这个庄瑞雄哈，他县长选举的时候哦，有人发动对他的立委罢免，那投票率很高。那以庄瑞雄这种国会明星的架势了哈，去投票。这个要罢免他很困难了，去投票的人一定会投反对了，除非他天怒人怨了、哦、所以合并举行对国啊，你可能不是说你我给你宣传呢，所以你要给他罢免困难了，所以没烦恼了，我相信了、哦、就是说即使比如说市长选举，然后有人发动罢免立委、哦、啊市长跟这个县长，这个市长跟这个 立委这个不同人，这个庄瑞雄绝对不会被罢免掉了，假设表现不错的话了，这个不用担心了。哦，这种状况不会比较不会发生。啊，你哪讲真正做罢的，啊，你就错咧蛋啊，你来去宣传啊。哎，哦，啊，这个一个候选人，他面临被罢免，然后他又去这个徐老师刚刚担心说啊，他万一他要利用这个巧门，又去登记县长。这个情况有可能，但是啊，这个情况有可能，他快要联署被成立了嘛？我是建议这样了哈，那个各位委员同仁，我们按照我们这个版本通过了87条，好啊，我的理由是这样的，你既然徐永明，好，假设你是要讲罢免的人。假设你是提案人，你都要想利用选举去处理，那别人当然也会利用选举去逃避嘛，这个是对等嘛。
对啊。我要让这个罢免有意义，我要让大家出来投票觉得，哎，这是有可能。其实法律是规定愈简单愈好啦，吼。我有想一步解决你讲的这个问题，分开举行的，哦，就没有门槛。但是安尼诶，嘛是爱有小可有一个门槛啦。欸，合并举行无门槛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处理，这个五点尔，咱来开到五点半，处理就煞啦。我甲大家麻烦者，那话一定爱协商啦，这个话一定爱协商。所以我真是咧想看徐永明咧讲迄个情况要怎解决啦。用公告来改，伊咧连锁门槛较悬啦。来来，说明一下。罢免的 case 真的很少。跟委员报告，因为我们收集的法律也不是很多了哈。日本市原选举区选民数三分之一以上，连署的门槛是三分之一以上了，他投票门槛是相对多数了。韩国他是10%到20%了，如果是首长的话，一般是10%或15%，然后这个议员的话20%，他的是投票门槛是三分之一以上。这个双门槛了啊，三分之一以上，然后过半数了。那美国的就没有立法律，因为它是罢免跟那个选举通常是一块举行的。它一块举行，它同时举行的那个。有没有禁止说不能同时举行？有禁止同时举行的就是韩国了。韩国它还有一个特别规定，就是不能利用这个罢免去选举了。它是刑法来事后的，不能利用罢免去选举，利用这个罢免的机会去进行选举啦。这上面所列公告古退，就是他你本来就是要在选举啦，可是你是用罢免，因为你提早来活动了嘛。哦，咱要先提，我本来在选举啦。另外瑞士跟那个，那假如我们呢哈，我们在他。我们在选举前定一个时间嘛，公立的啦，就是讲，甲你头前甲迄个被罢免人甲选举人做区隔嘛。这危险，我变来讲很侪，嗯。对这个候选人是不公平嘛？哦，伊的，但系135参加选市长的，啊246参加被罢免的，这样这个人话疲于奔命，对选举来讲嘛不公平啊，因为罢免的理由可以很多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最好，我哪，比如讲我跟徐永明啊。我就叫姚文智去甲你罢免啊！啊，我来甲你选举啊！姚文智逐工伫遐甲你单挑，要招你辩论啊！讲你要用罢免啊！啊，我甲你以逸待劳，我甲你选市长啊！安尼对你不公平啊！